这大晚上的把您吓坏了吧？您来这儿是住店还是剪头啊？剪，野猪。山里的新茶，醒脑提神的。 本店的规矩，凡是重要的客人都要用新的工具，以示尊重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们这荒山野岭的小店还有这么多名堂。顾客至上嘛，请问您想剪个什么样的头型？短一点，变化越大越好，最好是能让人认不出来我。啊，对了，回头给我弄顶像这样的假发。啊，明白了。我先睡一会儿，剪完了叫我啊。 师傅，鬼子，这地上怎么有血迹啊？是不是那个纹身的客人弄的？他今天早晨带回了一只兔子，说是要开开荤。这，他不会在这儿杀兔子吧？这个混蛋！
这尼玛的，师傅，这不是你带回来的吗？你说要有一个重要的客人要来。哦，我忘了。这个也是你带回来的，我还纳闷呢，这玩意儿也不像剪头发用的呀。师傅，师傅，啊。 你说这玩意儿能锤死人吗？那我可不知道。我看能。收拾一下，吃饭。来来来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请笔仙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笔仙啊可不是随便就能请的，一定要按照老规矩来。 否则就不灵验了。哎，你看，我请专业人士帮你布置的标准的请笔仙仪式现场怎么样？那请笔仙都有什么规矩啊？这规矩嘛，第一条就是要焚香祭拜。这第二条很重要，一定要用毛笔。像现在很多人用铅笔、圆珠笔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 这第三条嘛，所有参与请笔仙的人一定要紧闭双眼，潜心祈祷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能睁眼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第四条嘛，就是要将请来的笔仙送回到他的世界里去，要不然就会被笔仙缠身，不得安宁。哎，小满，你怎么了？你没有看到那些人？ 和那些字吗？什么字啊？那里什么都没有。我刚刚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规矩呢？我给你讲完了，咱们开始吧。走。小曼，笔仙来了，快说出你的心愿。笔仙，我想见我妈妈，可以帮我实现吗？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奇怪，有什么奇怪？请了笔仙，不按规矩送，你们就接受惩罚吧。<笑><笑> 电话还关机。希望你往生极乐，下辈子投个好胎。以后啊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的东西
我全都给你放在这儿了，我再给你烧点纸钱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吧，好不好啊？ 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昨天你干嘛关机啊？今天还迟到。哎呀，昨天在外面手机没电了，今天有点事情耽搁了，下次注意啊，下次注意。好了，总是这样吊儿郎当的。我怎么带你去见我爸？我跟你说过，他这人脾气不好，他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发火的。好了好了，宝贝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 女人生气很容易老的，虽然你又没少女基因，底子好，可也经不住你这样大手大脚的去浪费啊。好了，宝贝儿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少这样油腔滑调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次一定得表现好一点。嗯，我爸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遵命，领导。我要是完成不了你交给我的任务的话，就让你爸把我给绑了，然后扔到山上去，让我一个人跟母老虎作伴去，好不好？哼，母老虎啊，这就是一只。 王小志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快赶不上车了。啊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小满，我有件事跟你说，林娜也要跟我们一起去。去哪儿？你家呀。不行，我又没邀请他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小满，你就当是帮我忙行不行？他爸爸不是咱们系主任吗？林娜他们要交美术系毕业作业，他听说你们家那儿风景很好，就琢磨着要跟着去写生。 既然他爸爸都开口了，你说我能拒绝吗？这不是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吗？哎呀，可是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是你就当帮帮我行不行？啊？嗯，那好吧，好吧。哎，他们在那儿呢。嗯。 嗨。我来吧。啊，谢谢。
累了吧？还好，老爸，这是阿成。哦，嗨，叔叔你好。嗯，你好。这是小智，这是林娜。叔叔好。叔叔好。啊，来，我带你们上楼。嗯。咱家这给装修的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是啊，你都两年没回家了。这是你以前住的房间，这次啊还住这儿。床单和被子都给你换最新的了。谢谢老爸。哎，你住楼上，下去吧。师傅，看店去。有病啊，没见过美女啊。太红的干嘛呀？你住这间。哎，嗯，晚上不许乱跑。好，叔叔。哎，这间不错，我就住这间了啊。干嘛呀？我警告你，这个房间谁都不许住，谁都不许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爸。你去找间房间给他弄好，赶紧下来吃饭。爸，其实我爸挺好的。背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，明明有东西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不然我可报警了。我们这儿一向山清水秀，山上宝贝多的是。我最痛恨的就是有些人为了钱而丧尽天良，盗杀他们。黑子，报警！是，师傅。哎，等等，你们误会了，你们真的误会了。我不是盗猎者，我只是来山里看风景的。哎，你看，我呀有个小癖好，就是爱喝点动物的血。这鸡呀是我在市场上买的。市场上买的，我真的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儿，真的。明天就给我离开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好，好。爸，你老了，白头发都有了。傻丫头，人都会老的，人老了，白头发自然就出来了。你想妈妈吗？记得都是妈妈给我弄头发的。是啊，你妈的理发技术更好。那时候啊，客人排着队都找你妈剪，老爸呀也只有下厨房的份儿。所以你做的饭比妈妈好吃。那当然，你没经常回来，如果你经常回来啊，老爸烧的菜啊会更好吃。现在烧了也没人吃啊。爸，其实我这次回来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正好老爸也有事跟你说，等我一下啊。看，咱家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。正好啊，你也快毕业了，这个总经理啊由你来当，老爸给你当下手，我相信啊这生意会越来越好。爸，其实我和阿成看中了一家深圳的公司，我们想去闯一闯。这样啊，深圳挺好的，年轻人就该出去闯一闯。这头发挺好。不用剪了，外面灯箱坏了，爸爸去修一修。
成。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这个王八蛋！死阿成！娜娜，娜娜，大家照片我整理好了，你想看吗？滚！阿成，是你吗？阿成，
小满，没事了，老爸检查过了，水塔里有一只死兔子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。那个影子也是有人挂了一件衣服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这个老头？我不就是推了一下门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一定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睡觉的时候有人拿了一把剪刀，跟这个一模一样，是你干的吧？还说什么后果自负，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林娜，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？怎么会是叔叔呢？这理发店到处都是剪刀，你别瞎猜了。那到底是谁？是谁啊？要是他不是弄我的头发，而是要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说不定是有人在跟你闹着玩呢。不行，我要离开这儿，我现在就要离开，我再也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。我就不应该来的。都怪好了，林娜，你别慌啊，这深更半夜的你怎么走啊？叔叔，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从这里出山要2个小时，山上野兽多的是，想走请便。现在估计又被烧坏了，黑子拿几个蜡烛。是师傅。山里的基站应该也是被雷劈坏了，想打电话到山顶。难道我们要死在这儿？我不等死，不行，我不等死，我不等死。小智，王小智，我们回家了，出来呀，王小智，王小智，小智呢？小智这么乖，怎么会有人要害他呀？抓住他，他是凶手！发什么神经啊？我发神经？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手表，现在手表链都断了，一定是他杀了王小智。对，手表是我的。可是手表链不是在这断的。哎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修修就好了。给我吧，我会修。小智就把手表拿去修了。你还狡辩？我狡辩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就因为我抢了你的男人，你就处心积虑的想要报复我是吗？你看害我不够，你就去害喜欢我的男人是不是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毒啊？你胡说什么？谁抢谁的男人？就是我，我抢了你的男人，谁让你自己不好好看着啊？哼，阿成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们都睡了好几回了，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阿成，你混蛋！小满，小满，小满，你听我解释，小满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小满，你听我解释，小满，王八蛋，小满，爸。乖女儿，我已经替你教训那个臭小子了，不哭了啊！爸，你没有
把他怎么样吧。你看你到现在还惦记着他，我只是揍了他几拳。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能一直对妈妈这么好啊？妈妈都走了这么久了，你还一直想着她？因为你妈一直陪着我。可是，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。傻丫头，当你心里真的想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呢，就会一直在你身边。阿成，水，走开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可我爱你啊，琳娜，我真的不喜欢你，你别再缠着我了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，不能再这样了。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等天亮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琳娜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喜欢的人是小满。对不起。不，你会的，你一定会跟我走的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我，我俩一起来的。哦，我的。会保护你的，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，你们都是骗子。林娜，你也是个骗子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好好好，天亮就送你回家啊！别紧张，先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别动，退后，退后。别过来，退后。开黑店的啊，贼喊捉贼，贼喊捉贼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是贼还是鬼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帮盗猎犯，为了一点钱猎杀生灵。小智就是发现了你的秘密才害了他，放开他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杀了他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退后。走，不许再过来，不动就杀了他。小曼，没关系，出路就这一条，他们跑不了。可是林娜，我去救他。周小子，给我看。
看好小满，如果他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饶不了你。是，叔叔。走，走，进去。你要干嘛？过来，过去，别动。出来吧，别藏了，跟我走，听话啊。
臭女人，你能跑到哪儿去？我就要抓到你了！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找我爸。小满，你别去，听话，里面真的很危险的。可我爸还在里面呢。里面太危险了，里面有鬼的。你真的相信有鬼？只有心底有鬼的人才会相信有鬼。阿成，怎么办呢？阿成，我爸还在上面。叔叔昏倒了，叔叔，爸，爸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了吧，爸，黑子，黑子，爸，爸，咱们家真的闹鬼吗？傻丫头，怎么会有鬼呢？这可是你爸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房子，从小到大你都住在这儿，哪有什么鬼呀？叔叔，真的是有鬼，我和小满都亲眼看到的。那肯定是你看花眼了吧。我不相信有鬼的，可我真的看到了那个女鬼拖着那个盗猎的男的往楼上去了。那种盗猎分子死了活该。小满，你扶我起来，我再去看看。哎，爸，你别动。哎，师傅。爸。阿成，拿着，我们走。小满，你不要去，楼上危险。爸，你放心，那个坏蛋不死也伤了，我得上去看看。你忘了小智还在上面呢。可是，万一上面真的有鬼呢？你不是说你不相信有鬼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看好了小满。要是他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非杀了你。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拼了自己的命，也一定会保护好小满。
小满姐，你要小心呐。都是模特。阿晨，你过来看。师傅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雨停了，我出去看看线路，看看能不能把电接上。那是变压器坏了，晚上没法修，明天再说。哦，那我把门打开，透透气儿。不用了，黑子。我平时待你像亲儿子一样，你干嘛偷我的钱呢？师傅，那10万块钱是我给你小满姐创业的钱，你为什么要拿走啊？师傅，我今天中午就和你说了，那个钱它不是我拿的。店里就咱俩人，不是你拿的，那是谁拿的？那还可能是，这反正不是我拿的。黑子，如果你需要钱，就跟师傅说，师傅会给你的，你别自己偷偷的拿呀。师傅，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说了很多次不是我拿的呀，我就是想离开这儿，这太可怕了。可是师傅他非说我拿了他那10万块钱，可这真的不是我拿的呀。你没拿，快起来再说啊。你别激动，先坐下。叔叔，我们在楼上发现了4个标有数字的模特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估计是另有蹊跷。怎么会这样？爸，咱们家有地下室吗？没有，咱们是规规矩矩建的房子，哪有什么地下室？那间你不让我靠近的房间呢？不可能，我上了2把锁，没人能进得去。哎呀，可是那几个人到底去哪儿了呢？现在是活没见人，死没见尸啊。那你去找啊，臭小子。可除了那个房间，我们都找过了。那你是怀疑我了？哎，不是，爸。爸。有鬼啊！你是在说那个假人模特吗？我看到鬼了，他来找我来了，小姐。那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说啊！没有鬼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们呢。那天我下山回来，路过一片树林，突然间一个穿着白色衣服浑身是血的女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腿。她说舅舅，她说山里有盗猎的要杀她。舅舅不要。小曼姐，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我就挣脱开一个人走了。后来我想想不对，我想跑回去救她，可是当我回去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她已经不见了。我只看见一个红色的包和一个发卡，还有一大滩血呀。从那天起，我每天都在做噩梦，梦见她变成冤魂厉鬼，她回来找我，她怪我没有救她，她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杀了，是我害了大家。
我该救他的，小万姐，是我害了大家，黑子，是我害了大家呀，我黑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小万姐。就是这儿，这儿，等等。你刚才不是说是个手提包吗？怎么会是个人头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再看看。哎呀，是个模特。不会的，这不是我做的。我说黑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埋的什么呀？这不是我做的，包呢？我的包呢？这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剪刀，这是我的。小万姐，有鬼！我们快走吧！小万姐，有鬼啊！我们快走吧！那个鬼，他就在这等着杀我们呢！我们快走吧，求你了！好，我们回去。好，走走。小万姐，小曼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你的？是我的。我爸送你的。我出师那天师傅送我的，一共有一对儿，两把。另一把呢？另一把我一直没有舍得用，在我房间的床边的柜子上。你胡说。另一把现在就戳在我爸的腿上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一直都在说谎，是你想杀了我爸，是你偷了他的钱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想杀师傅啊。你还狡辩。我没有狡辩，真的。我小曼姐，你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儿，我也不敢杀人啊。我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黑子，我认识你这么久了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装神弄鬼，还搞出这么多事来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，小曼姐。快说，你把其他人藏到哪里了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就只有等天亮警察来了。黑子，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帮不了你了。小曼姐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啊！叔叔有危险，我们快走吧。嗯，走。喂，小曼姐，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啊！爸，小马，你看，
第一个手印是小智的，第二个是林娜的，第四个是黑子，而第五个手印是你爸爸，第六个是我，第七个是你，小曼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我们每个人都被编了序号，就在那些模特身上。 每个人一个号码，这些号码对应的是每个人消失的顺序。你爸爸刚才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他的号码是五号。你的是六号，我是七号，阿成。小曼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 从那以后，我就没有靠近过这间房间了。那时候，我妈刚走，我经常偷偷看见我爸一个人走进去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我也不敢问。后来，他把这房子建成了旅馆，就禁止任何人进去了。为此，他还和客人吵过架，把客人都赶走了。这个屋子里面到底是什么？ 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，就只有这里没找。小满，你真的要进去吗？嗯。我爸有危险，我一定要救他。好。你不能再这样，你收手吧！你不要管我，你这样会害死所有人的。妹妹，我只是在保护你们。我们不需要你的保护。 你只是在犯罪啊！不能放开他，放他，他们就会带走小满，小满会有危险的。不会有事的，女儿大，有她的世界，我们管不了她。谁要管？我是他妈，谁敢欺负他？谁能是欺负你？你就让他死！让你在这儿害人了，你收手吧，收手吧！你放开我，我这是为了你们好。我不放，你们后悔的。
行吧。我终于知道爸爸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了。他一直在陪着妈妈，这十几年他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叔叔的一个人真不容易。从我记事起，爸爸就很少笑过了。妈妈带走了他所有的快乐，他是有多寂寞啊。而我却一门心思想离开他，他得有多伤心呢。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出来，我真是的。阿姨她到底是怎么过世的？从我记事起，爸爸妈妈就开了这家理发店。妈妈手艺很好，很多人来。我印象中他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，我们一家人过着很平静的生活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，直到我八岁那年，妈妈在山里遇到了盗猎的坏人，不料被那些坏人发现，他们就冲他开了枪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难怪你爸爸那么痛恨那些盗猎者。我爸就一直守着这家理发店，后来又改造成了旅馆。为了我毕业之后能有工作，现在还想扩大经营。他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处处为我着想，我辜负了他的期望，我太自私了。小婉，你是一个优秀的姑娘，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会为你而感到骄傲的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你，小满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你啊。对不起，小满，我没有抵抗住诱惑。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喝醉了，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。我又害怕你生气，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。可是林娜她老是缠着我，威胁我，我都不知道应该到底怎么做了。小满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啊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再也不会犯错了，你相信我。小满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再原谅我一次，再原谅我一次行不行？我原谅你，我原谅你了，阿成，你快过来呀！你原谅我吗？小暖，放开小暖，快走。
阿成，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非杀了你。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一定保护好小满。看不上他，谁？王小芝。王小芝？对呀，他那么喜欢你，可是你为什么就是看不上他？他不够强壮，不够幽默，不够帅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为了你，他简直可以去死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他，我真的对不起他。难道你喜欢他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不要。求求你，不要！住手！把那个鬼东西放下，不然我开枪了。转过去。我看到你们在一起，我想报复你们，但我没有杀人，你要相信我。那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啊？对了，我爸呢？你把他抓到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是我干的，是什么？你说啊！是一个鬼，是一个鬼！我不信真的有鬼，哪来的鬼？小智，你说清楚。我不知道，那天晚上我在画画，突然一个鬼出现在我旁边，他说他可以帮我报复你们。他让我扮成他的样子，要不他杀了我们。爸，爸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我们都没找到你。刚才看你们带黑子出去，我不放心，
就出去看看，一不小心跌了下去，等我醒过来，就自己爬回来了。对了吧，咱们家是有个地下室吗？地下室？嗯，就是很像理发店的地方。从你放棺材的那个屋进去，你是在那里理发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小曼，你带我过去看看。哎，爸，你别动啊，那里面现在有鬼，我们不能去。怎么会有那种地方？小曼，那是我们。我知道，那是你陪着妈妈的房间。只有在那里，你妈妈才会陪着我。十几年了，爸，难道你妈妈真的回来了？爸，我不走了，妈妈不在了，我留下来陪你。你妈妈，她在的。我不去深圳了，爸，我在这里照顾你，陪你开理发店，陪你开旅馆，我不走了。小曼，年轻人就该出去闯一闯，老爸一个人没事的。不，妈妈不在了，我要留下来陪你，我不能再没有你了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没有想过要留下来照顾你。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乖女儿，没事的。这么多年
想你，他一直都惦记你。爸，我知道，我也好想妈妈。其实，我理发的时候，总能感觉到他在我身边看着我笑。他笑我技术啊没长进。这辈子我是赶不上他喽。爸，妈妈会一直在的。他要走了，他说过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，他就要去啊，他该去的地方。省得我一个一个找了。月黑风高夜，不许伤害我女儿。再放上一把火，不。什么证据都不会留下的。谁先死？小鲜肉？跟屁虫？不不不。胆小鬼，淹不死的，不许伤害我女儿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一个伟大的父亲，你不是喜欢装神弄鬼吗？嗯，我就让你变成真的鬼。不许伤害我妈。父女情深，好啊，你们两个一块死吧！是。阿成，阿成，小七，去你的！爸！干啥？谁也别想伤害我爸爸。我问过我那个做心理医生的舅舅了，他说像你爸爸这样的情况，经过几次疏导之后一定可以痊愈的，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阿成，谢谢你。说什么呢，傻丫头。这不是做梦吧？快来人呐！把我绑到这里干什么？快给我解开！